引起男团 Mira 嘅 Anson Low 同埋 Eden 早已经前往日本拍摄电影《盗月者》，而以特别身份客串嘅姜涛喺27号同成员柳英婷同埋李俊杰启程飞去东京。大约朝头早8:25，三位成员坐住保姆车到达机场嘅停车场。阿张就先行落车，之后就系 Jeremy 孭住大背囊嘅姜涛最后落车，临入离境大楼之前向司机四拜拜，非常之有礼貌。不过由于今次行程相当保密，所以只系得20多个镜粉齐集离境大堂送机，冇咗过往去陷嘅场面啦。据知姜涛去日本一事就并非主力拍摄《盗月者》，系另有特别任务，有传系参与广告拍摄之类嘅工作。事实上，有传 Mira 所属嘅 Make a Field 对12支嘅工作安排有新策略，全体成员登场要假高者得，否则就各成员将会分拆唔同组合上市。除非对镜仔嘅发展有非常之大嘅作力，先会再作考虑啊！所以由全体成员首度合演挂帅嘅12怪盗就变得难能可贵，肯定可以提高新戏嘅叫座力啊！